各位啊，大家好，我是老胡。今天呢，要给这个新车库的地面做一个处理。这个处理呢，不是简单的去刷一个漆啊，英文叫 coating， 要使得这个地面呢看起来又整洁漂亮，还要实用。如果是旧的车库啊，就是里边已经以前停过很久的车了，那么地面一定会有漏油，那么地面的清理呀、打磨呀，这个更需要功夫，需要时间。因为我这是个新车库，只是做这个 deep cleaning 就可以了。另外呢，在这个做 coating 之前呢，要把这个边界处理好，就是你看我现在就开始用这个胶带把这个地面水泥跟白墙的交接处给它保护起来，给它粘贴起来。那么地面的这个 painting 啊和这个 coating 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或者有人叫 epoxy coating 有什么区别？大家看一看就知道了。看到我最后的作品，大家就明白了。开始了准备工作啊，尽可能细致一点。镜头的左侧的这些工具啊，刷子呀、桶啊、epoxy 的这些工具啊，都是我事先买好的，大概花了有两三百块，三百块钱左右吧。看看怎么样？够棒吧？今天这个视频呢就录到这儿，如果有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给我留言，我会尽可能提供详细的资料信息。还是那个老话，各位 take care, stay in peace, bye.